2023年6月10日，阿王第一日在金钟天马南对开的海面和大家见面。今日我就由香港站走去探阿王。去到香港站，找 A 出口。上完扶手电梯，跟指示，咁就会见到左手边有往 A 出口嘅扶手电梯。沿住扶手电梯上一层，再转去右手边，好容易就见到一个天桥嘅入口。远远已经可以看到摩天轮，直行见到垂直电梯呢，转左。这条石级是有一个辅助轮椅的升降板。在天桥位置望去右手边呢，就会见到阿王噶啦。见到未啊？呢个位置望过去呢，阿王呢就有啲细。虽然烈日当空，我都会行去呢揾阿王拍几张相留念。继续漂洋过海的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，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，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，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，我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。